师吉尼摩尼。今天吉尼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万圣节，做了万圣节的史莱姆油。那么现在就开始吧。好，那么现在把这边的制作史莱姆的材料，吉尼来搅拌一下吧。就开始混起来吧。好奇怪，它就为什么不变成史莱姆呢？这个不祥的阴谋是什么？吓我一跳！你是个魔女，怎么连史莱姆也做不好呢？你是谁呀？我就是强势德古拉。吉尼，你也是魔女，怎么连史莱姆也做不出来呢？不是那样，吉尼魔女马上要做好的时候，强势德古拉你出现了呢。那就是做得不好啊。你说的不对。我说的对。说的不对。说的对。那这样吧，还是强势德古拉和吉尼来比一下，看看到底谁做史莱姆做得更好吧。那就开始吧。好，那么开始做史莱姆之前，去找万圣节史莱姆材料吧。哼，让我看看。啊，对了，说起万圣节当然少不了南瓜。非常漂亮，这只让人可怕的蝙蝠也能当成一个好的材料呀，不错。哼，哦，你们也不错，非常好看。今天还是用盐雪来做就好了。这就是我非常喜欢的那种红色，为了能吓到朋友们，来做一下外星人吐的东西吧。味道会很不错吧 ？Nope。虽然味道很臭，但因为我想变成人，把蒜也放进去吧。好的，首先让吉尼魔女来介绍史莱姆。第一个史莱姆是放了让人害怕的蝙蝠的紫色蝙蝠史莱姆。第二个史莱姆就是想变成南瓜的幽灵史莱姆。怎么样，强势德古拉，我的史莱姆棒极了吧？哈，这样也想和我比？现在让德古拉来介绍一下。强势德古拉第一个史莱姆就是花花绿绿外星人兔史莱姆，第二个史莱姆就是蒜味会消失的甜美冰块史莱姆。那从紫色蝙蝠开始。哈，非常松软，紫色安拉拉贡格拉熊熊熊熊熊熊熊。那么接着放让人害怕的蝙蝠，蝙蝠呀，你去哪儿了？蝙蝠呀，我胜利了。你说什么？蝙蝠在紫色世界里过得非常好的。我已经赢了，比赛还没结束呢。把南瓜也放进去，完成。这是完成的吗？嗯。这是什么呀？来吧，给你看我的实力吧。嗯。吉尼魔女，你算是史莱姆新手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要用混合绿色。给做好的外星人吐的东西上。的东西上放花花绿绿的装饰品的画，我要改这个史莱姆的名字了。这不是花花绿绿外星人吐的，而是绿色外星人吐的。听见了，真是外星。我以为你会做得多么棒的呢哟。好，那么来做一下第二个吉尼魔女的史莱姆吧。走开。你仔细看我的第二个史莱姆吧，是又璀璨又美丽的我的闪光片哦，非常漂亮哦，挺不错嘛，真是很棒哦。这个必须得搅拌吗？这样才漂亮呢。不过说起史莱姆搅拌才好玩，当然。好，那么长长的拉开。哎呦，应该是吉尼魔女赢得了第一。好，现在呢，朋友们要找的就是这个，希望变成南瓜的幽灵哦。
就在这里。怎么样，我的第二个史莱姆非常让人满意吧？我惊讶了。让我看看强势德古拉的第二个史莱姆。和我的第二个史莱姆当然比不了了。我的第二个史莱姆就是冰块盐学史莱姆，要放少一点，放一滴，这么点。把我的美丽的血要这么漂亮的混合起来。哦，来让你看看，这是我做的。哦吼，其实好美丽哦。现在还没有结束呢，强势古拉的冰块是不会融化的冰块。哇，总是很冰但不会化掉。好烫。因为我比较喜欢喝冰镇的，为了更加文雅，放到红酒杯里。放好史莱姆之后，为了变得更冰一点，哇，放进冰块装饰品。哇，好漂亮。跟蒜一起吃的冰块盐学史莱姆，做的很简单，可是很漂亮。这是冰块盐学史莱姆，看起来非常优雅吧？让我来玩一下吧。刀掉下来了呀。冰比较重吗？这不是主要玩冰的史莱姆。果然吉尼的闪闪发光史莱姆是最棒的。好，今天吉尼魔女跟强势德古拉一起做了一些很酷的万圣节史莱姆油，朋友们觉得怎么样？实在是太酷了吧。那么朋友们请留言说强势古拉的史莱姆更好吧。那么我先走了。砰。什么呀朋友们，多写一下评论，吉尼魔女的史莱姆更好看。那么吉尼魔女也很好奇里面会有哪些有趣的东西呢？那么和吉尼一起开心的出发吧 ！Go go go！ 呀！朋友们，在爱宝乐园，吉尼要最先享受的就是万圣节动物派对游。听说有很多跟万圣节很合适的可怕的动物，吉尼快点去看一看吧。哦，是老虎！朋友们，有只老虎。朋友们，饲养员叔叔正在给老虎喂零食哟。哦，叔叔，吉尼，可以给老虎喂一下零食，是不是可以？当然可以。哦，真的吗？好，为了卫生呢，戴好手套之后。好。朋友们，你们看，吉尼也很喜欢吃鸡肉，老虎好像也很喜欢吃鸡肉鸡大腿。朋友们，吉尼从现在开始给大虎、老虎喂一下这个鸡腿看看。大老虎呀，害怕呀，有点害怕，为什么看着我？大老虎，一二三，呜！鸡腿很好吃。朋友们，听说吉尼是唯一一个零食扔到那么远的地方的人，吉尼做的真棒。吉尼吃过的是活着的。哦，活着的，朋友们，黄粉虫是吉尼吃过的黄粉虫，而且是活着的。天哪，接着家蚕，这个我不知道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哇，蚯蚓，朋友们，这里好像有蚯蚓。你好蚯蚓，我还是不把你救出来了，过来一下吧。一二三，家长，朋友们，这个朋友的名字是叫超级黄粉虫，比吉尼吃过的那个大很多的呢，听说是可以摸的，但有点害怕，还是要摸一下吗？吉尼鼓起勇气来拍
万圣节特技，不过有点吉尼不忍心抓起啊来啊啊啊！你好，黄粉虫，我怕往后走，什么呀？我为什么往后走走路呢？啊！朋友们，还是去别的地方吧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来看蜘蛛的，我是今天在蜘蛛昆虫特别说明会专门当差讲故事的饲养员李昌明哦，欢迎你，吉尼，谢谢你。好，我才感谢你呢。我说过今天要见的是昆虫蜘蛛，说正确一点的话呢，我们要见称为节肢动物的一些朋友哦。第一个要见的朋友呢，就是来自巴西，所以称为巴西黑布鸟蛛科的朋友。朋友们，布鸟蛛科朋友呢，不像别的蜘蛛有很多毛，用这些毛可以站在这样很高的地方贴着走路的油，而且它们很恐怖的，抓起来粮食之后马上放胃液，把粮食化掉后再吃掉的，很可怕的朋友们哦。刚才已经见过有很多毛的捕鸟蛛科的朋友们了，那么没毛的蜘蛛，那么我们要见来自韩国的朋友们了。这里看看的朋友们，看这里，朋友们，大家这里全都是有蜘蛛的。你好，韩国蜘蛛们，朋友们，现在呢，吉尼除了蜘蛛以外呢，去见一些有很多只腿的昆虫朋友们吧。我们要不先见白脚吧。你好吗，白脚？这个朋友是来自越南的，越南超大白脚，它的毒是非常强的，实在是很可怕的白脚朋友哦。要不要看一看这么可怕的白脚朋友是怎么吃饭的吧？好。朋友们，它是来自越南，所以叫越南王白脚呢。它的毒实在很厉害，必须十分小心的哦。朋友们，看见腿很多的朋友就要跑掉。它是从非洲来的，来自非洲，而且是超级大的白足虫，是非洲的 giant millipede 的朋友。天哪，朋友们，这是世界上腿最多的朋友，它的腿足足有256个哟。看看嘛，这里。你要摸到、你们看，朋友们，在吉尼的手掌上爬。他的腿。白足虫，再见。哎呦，再见，再见，永远再见。来，朋友们，已经到最后了，要去见很可怕的蝎子。这个朋友是来自东南亚的丛林，所以是亚洲丛林蝎子，是一位叫做 Asia Forest 的蝎子的朋友。朋友们，这荧光蝎子本来是黑色的，一起来确认一下吧。一二三 ，Yep！ 哇，真的是黑色的。不过光这次没有的话呢，变成荧光宝宝。好，今天给吉尼介绍了很可怕的万圣节昆虫的是昌明饲养员老鼓掌，谢谢您呢。因为是爱宝乐园嘛。再见。到来吧！天哪，可以摸吗？哎呦哦，朋友们，你们看，是沙漠狐狸朋友，你们好啊！它的毛实在是太软了，哎呦，好漂亮！朋友们，看看耳朵，它的耳朵是不是很像小兔的耳朵呢？竖起来了，是吧？回家吧，请你接着去见一下小朋友吧。好，那么沙漠狐狸朋友再见哦，拜拜，拜拜。这样抱着他就可以了。这样抱着他就好的呀，朋友们。不过朋友们看见他的头毛，这个朋友是胆子很小的一条蛇，
所以总是这样藏着头的。朋友们是熟朋友，打招呼吧，你好。认识你很高兴。哇，你好，我的名字是基尼哦。那么我重新送你回家吧。慢走。哇，谢谢您。朋友们看到了吗？那条蛇坐在基尼的膝盖上喽。拜拜，好可怕。朋友们现在要去哪儿好呢？哦，不过基尼突然觉得肚子饿得空空的，这样不好，所以基尼还是去尝一些迎接万圣节的特别的料理去吧。朋友们，基尼要吃的万圣节料理就是，爸爸，是手指披萨和骷髅僵尸粉末炒饭呢。布努布努一起打扮成万圣节的装扮，那么现在就开始 ，Go Go！ 朋友们好，我是布努布努，看看吧，这是我的南瓜篮子，因为今天是万圣节，所以篮子里要装满很多很多糖果，嘿嘿，那么现在就出发吧。面包超人，面包超人，可以给我万圣节巧克力吗？哦，什么？不能不能，我一点也不害怕你哦。你得看起来特别可怕，才能收到很多的巧克力哦。鲨鱼宝宝啊，鲨鱼宝宝！大海里也有万圣节晚会吗？那么你也可以给我一点万圣节的糖果吗？啊！不能不能，你一点都不可怕哦。谁会给你糖果吃哦？哇，送你呀，送你呀，能给万圣节巧克力吗？哦，是不能不能，不能不能。怎么办？我一点都不怕你，所以给不了你我的巧克力。什么？谁都不给我万圣节的糖果和巧克力哦。我是魔法师基尼，万圣节魔法师基尼，朋友们怎么样？很有万圣节的感觉吧？哦，布诺布诺怎么在哭？布诺布诺，基尼，人们都说我不怕，所以谁都不愿意给我糖果和巧克力，怎么办？
Bonobono， 现在是万圣节呀，你要打扮成万圣节的可怕的样子，这样才能要到糖果。咦，怎么这才可以变得可怕呢？哎呀，好吧，那么万圣节的魔法是基尼把你变成一个特别可怕的样子吧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哟。那么装扮工具出来出来吧，哟，爸爸看看，这是可以把你变成很可怕很可怕的选这样，那么好，来过来看一下，哦，这个放下。那么首先请你来把你的脸弄成可怕的，再用黑色的颜料做一个和你的胡须很配的蜘蛛网，来给你做。哟，吉尼做的真棒哦。那现在脸上只有蜘蛛网的话没有人会怕，所以我在你的眼睛边上画一个真正飞的蝙蝠夹。好了，在飞的蝙蝠画好了。那么现在开始要用可怕的这个血往你的衣服跟脸上喷一下。来，首先把血喷剂呢用你的身上喷一下。呀，哇，好好好。那么现在呢，用这个液体把你打扮成来流血的样子，可怕哦。嗯，没事，很好很好。哦，但是呢，如果血太多的话，人们会特别害怕逃跑，不会给你糖果，所以呢血就不用再化了。棒棒，现在吉尼给你装饰一下这个骷髅掌。插进胳膊。加布诺布诺呢，现在开始就已经是你们的朋友们了，所以呢一定要带着他们，这样呢可以使你变得可怕起来。真的吗？那么人们会给我很多的糖果和巧克力吗？当然可以哦。那么现在呢，刚刚拿过来的这个南瓜太小了吧，你拿到很多很多的糖果才可以和基尼一起分呢。不行，这么这次用魔法棒给你变一个更大的篮子。篮子呀，出来呀，呀，哇，是很有万圣节风格的橙色的南瓜哦。把这个挂在脖子上。好了，那现在 Bonobono， 从现在开始你的手上带着这个去拿很多的糖果和巧克力回来哦。基尼在这里等你。谢谢基尼，那么等我回来。面包超人，我，啊，真是吓到我了，不能不能，样子真的太可怕了。那现在可以给我点万圣节巧克力和糖果吗？我当然给你哦，稍等。咻咻咻咻咻，假这是给你的巧克力，手再见。谢谢宝贝鲨鱼。跑。松尼亚，我来了。什么呀，不能不能，你变化真大哦。是吉尼把我打扮成这么漂亮的。松尼亚，所以你也能多给我一点万圣节的巧克力吗？好啊，等一等。咻，不努不努，我多给你点，好好和朋友们分着吃哦。谢谢送你。哦，时间过得差不多了，不努不努怎么还不回来？不会是连一个巧克力也没拿到吧？哦，不努
收到了这么多巧克力哦。哇，不能不能，这都是你都从朋友们那里拿来的巧克力。哎，朋友们都说我打扮得很可怕，所以给了我很多的礼物，我就拿了这么多的巧克力哟。果然是宝诺宝诺，那么基尼给你打扮得漂亮一点，你可不可以给基尼点巧克力呢？当然可以呀，基尼，给你。哇，谢谢宝诺宝诺，那我吃了。那么我先把南瓜啊，巧克力里面还有焦糖哦，真是太甜了。哇，哇，真的又甜又好吃。不行，这骷髅巧克力也得快点尝尝。哇，快看看，里面还有小小的饼干呢，它应该更好吃。果然是好吃。不诺不诺，你也来尝尝，我给你我的啊。喵喵喵喵喵喵喵！啊，真是太好吃了！不行，不诺不诺，这么好吃的东西，基尼想多吃点。基尼呢，也要去拿更多好吃的巧克力和糖果。咻咻咻咻咻咻咻！今天和不诺不诺一起化了万圣节的装扮，朋友们觉得怎么样？害怕了吗？那么基尼下次会带更多的有意思的玩具游戏回来哟。拜拜！呀呀呀！小朋友们，快到的万圣节，你们想变成什么呢？在这个视频下面多多写评论，告诉基尼一下哦。拜拜。